来就想烧个短发的，就没想到又是当地人。啊，你准备搞多短？在这儿吧。这么短啊？我当瓜，我是甜瓜。甜瓜？当甜瓜的。那老牛，老牛，老刘怎么办？他是浇花。啊，原来这个是你的。是啊，先上来贴身点了。完了完了，现在贴不上了，因为现在我的手太……你好抖啊！我的天。来吧，看看。交长发，因为手太滑了，需要干一点。手在抖，对，手在抖。你这太抖了，你这手抖的有点可怕呀，好吓人啊，小宝。现在就贴了两个，太抖了你，抖的我都慌了，跟着。要不然我不贴了吧？不贴了。你表情好震惊啊！我真的好震惊啊！你抖成这样，还要硬要贴？对。因为买了不能不贴，不浪费我的钱。我懂了，我先把它全部贴好，再一个一个也贴好，然后给我找到相对应的位置。这就是穿戴甲不好的示范。太抖了，激动的鼻涕都流出来。确实啊，帮我接了，帮我接了，摁一下就接掉。